108.0 节目正式开跑，拉开序幕，朋友来给掌声鼓励好吗？谢谢。我们现场所有青城有限公司最棒的工作上以及我们事业体上最亲爱的最亲密的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哎，后面的都在睡觉哦，前面的比较有精神。这位前面的有吃早餐吗？来，我们前半段的朋友非常的精神抖擞哦，这想必呢就是有很有把握要把今天的好奖带回家，是不是呀？啊，那后面的请哦，那电梯跟大门就在你们旁边哦，可以先回家了，奖项就留给前半段的就可以了。来来来，说说笑笑，开玩笑，今天呢非常的开心，承蒙我们青城有限公司、我们的事业体、我们的伙伴们，而且今年呢，这由我们服委会、我们的杨主任为我们来筹划，非常的辛苦，是不是？给我们主委还有我们所有的承办单位的人员来点掌声鼓励呢？谢谢。谢谢我们组委会非常的辛苦。那当然，一年一度的尾牙忘年餐会，除了呢桌上的美味佳肴、香醇美酒以外，当然也有我们台上非常优美的音乐来做相伴。但今年更不一样了，我们提供了非常多元化的节目，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而且呢是全新的一年，希望大家呢借由我们的尾牙的餐会，大家能够呢让感情彼此更热络。那我们呢所有的环境四周的投影幕墙上都会来播放，不管是我们这个餐叙与时光也好，还是我们平常工作，我们呢所有所有都为我们员工朋友留下非常棒的倩影。记得等一下，如果摄影组来到台下为你们来拍照的时候，记得要笑啊，不然就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都没有看镜头，懂吗？哦，这个呢会在明年的时候就拿出来轮播，所以一定要笑哦，好不好？职业一下，看到镜头我们就笑哈。那当然，在我们节目呢正式来开跑、拉开序幕的同时，朋友、员工、同学都会觉得，哎呀，怎么菜还没上？我饿了呢，为这餐我早餐还没吃。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是要先来有请我们的重量级人物上舞台，跟大家来勉励几句。所以，同学们，把你们快乐的左手准备好，幸福的右手也准备好，我们要来点最热情、最大的掌声，欢迎我们非常棒的执行秘书王志斌上舞台，掌声鼓励有请，谢谢。